你唔免勉强家己去配合对方，啊，不过人客嘛不是开钱，来看你由头到尾。你即马上要紧的是认识真心的笑。这这就困难嘞，一开始确实淡薄仔困难，啊，无你就把人客当作是你喜欢的人，笑看麦。喜欢的人。 你这摆笑起来的模样真水，你还记得这个笑容，安尼你就成功一半。我嘛足久无安尼笑啊。是讲紫薇有件代志，我考虑真久，唔知讲是唔是该家己讲呢？啊，就冬雨啊。 我知影冬雨喺度啊！真个假？伊伫底？就伫进前，我要带你去过迄间百灵会馆，伫遐上班。百灵会馆，欢迎光临百灵会馆，多谢你指名我，我是 Yuki。 是嘞，阮这毋是一般的酒家，你若是无满意我的服务，我会当放弃今仔日所有的服务费，替你请别人过来。李冬雨，我开这么侪钱，你若是无法度给我满意，我就叫你头家给你洗头咯。是嘞，给你发这么大的心地，确实是我唔好，请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请别人过来。 一定给你满意。路见小三，人人喊打。我跟你见小三，我什么话头好讲的？我看你一个拍一个，放手！小三，你是臭三，放手你！李冬雨。 你到底？你就靠这个劣兵看起来无辜，但俺弟妹甲你落势，我今日就给你破相，我看你是怎么有怪人。艾罗，你在创啥？你想怎会来？我若是无赶过来，李冬雨就给你毁容啊！你的处罚真叫够垃圾。 我已经跟你结婚啦，想怎你就是唔肯放光宇煞？唔是，我唔肯放伊煞，是伊无责任，伊只想要替恁身躯边搞搞定。你好无？起码你的盟友，我已经。 对袂好熟悉你啊！以前迄个参照百合花同款纯情的李冬雨，现在放弃去啊！我无放弃啊！我只是换一个身份。你即马这个身份，会当随在互人买你的时间，对你做出参照拄则同款糟蹋的行为，哪有可能过了好？ 我袂放心，我要找你离开这，我替你找一个更加好的工作。多谢你这么关心我，啊，不过就参照艾伦拄则讲的，我若是继续甲你有交情。
我就参照洗一个，搁转去到以前同款。你会当面对以前所犯的错误，就表示讲你成长啊。你伫这段感情内底有金甲头啊，我甲你安迪副总到尾来告诉，应该画下句点。从今以后，咱就是普通朋友啊！我真心祝福你，能幸福快乐。必须要请安的，董爷，我唔知道你为什么会变作安尼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使回来，阮拢在等你，阿爸嘛一直在找你。我问过医生啊，伊讲阮爸恢复状况真好。过一阵仔，我家己也去找伊，请你莫甲伊讲拄着我的代志。即暗啊，我要来等啊。我送你回去。这路足暗的，你一个查某囡仔穿到安尼，足危险的。听讲你牵挂孤单的子，找无未来的希望，苦逼电影，爱哪讲出嘴，用什么来换？听讲你苦活，过顶心痛，破碎无奈的生活，无缘作伴，明知路好行，袂堪过。紫薇，你犹原这么善良，这么温暖，啊，不过我已经无法度回头啊！就参照涂骹的影，以后的路，我干来当家己一个人行。阿姨，我真正害大家足受伤的，敢真正会当回来？啊，阿姨。小春，
你是要去哪？你手机还没开机，讯息安尼不读不回，你人在怎么？你敢知道我真正足烦恼的？你予人欺负，唔得转来，我敢这里无带你去外口？小春，既然你转来啊，我袂阁予你走啊，行。真正是你，我惊是我看唔对啊！来，紧过来，我看卖。是毋是散去啊？哈！啊，你离开这么久，你是拢去倒位啊？你敢知影我足烦恼你啊？我叫烦恼阿姨，我听讲。你心脏出问题啊！你哪会当破病啦？你赶紧好起来啊！你是知影我破病才转来哦？你是我听我姐妈妈，我当然来转来。冬雨真正无法度甲妈放下。好啊，你等我啊！你就是爱阮出大事啊！你才要回来呢？你搁好意思讲屁哦？是另外一个妈妈，有你安尼做查某囝，你给我讲清楚，这阵啊你到底走去对哈？我着四界行行，大林讲。我怕你哦，都要你把你口骨讲不断，看你敢怎走！阿伯，冬雨都已经回来啊，你就莫怪伊啊。阿伯，你用骂的就好啊，你若讲骂无够，我会当给你做骂。你无了解啊，我若无把伊口骨好断哦，伊一定够是够走啊，够走！我都想你对冬雨啊。你即马想要用我，我才会给你机会啦！阿伯，莫啊！喂，小春，莫甲阮爸阻挡啦，是我害伊伤心艰苦，我原本就应该挨打。爸，是我甲你等的，是我不好，你要怕就坐你怕。春雨。是爸给你回信的，冬雨啊，这边你安尼给我放啥？爸娘知影讲，较早我有暗习惯，对你有暗占领，爸只要一想到。都是我害你安尼痛苦离家出走，我着自己甲想要去死，啊过去哦，干爸都骂伊啊啦！爸，哪会当安尼啦？你药啊拢有吃吼？有啦，我要哪敢唔吃？你着是为着要替我治病，唔才叫人糟蹋，啊唔过你安尼。无讲一声就做你离开，我咧规暝规暝拢困袂落，我惊讲你踮了外国会想袂过，你知影无啊？我毋是都有寄钱互你，互你知影我足平安的啊！啊，你即摆已改邪归正啊，甲美阿姨阁是好朋友，我想讲你生活拢有重心，应该应该咯，应该一个人就会当过日子。有钱啊，这人都会足爽。冬雨啊，爸会想要变好，迄拢是因为你。你若无在啊，爸这人好过什么意义啊？